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我们西方观察第二次与观众见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主题，一个呢是关于美国最近共和党枪击案的事件，另外一个呢是关于川普弹劾的问题。这次呢，我们还是由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张巡和傅江秀女士来回答，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件事。另外呢，我们又请了一个我们特约嘉宾龚晓夏博士，来与大家做一个特殊的分析，以他的经历来对这两件事情做一下，对这两件事情做一下辩解。我呢先给大家呢，说一下这个枪击案的背景。6月14号，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一个棒球场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造成6人受伤，其中共和党议员 Steve Scalise 仍然处于危险状态，命悬一线。肇事人当场被警察击毙，肇事人在开枪前明确向人询问球场练球的是否是共和党人，在确认无疑后开始向人群乱射。事后，警方初步调查确认肇事人 James Hutchinson 对共和党的仇恨由来已久。曾经是民主党参选人 Bernie Sanders 的积极支持者。美国党派纠纷升级到个人对政客的暴力，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像 Hutchinson 这样的人呢，就是这样的狂人，利用政治平台发泄个人不满，肯定也不是史无前例。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总统和政治领袖，包括林肯、John Kennedy。马丁·路德·金，Kennedy 的弟弟 Bob Kennedy，里根总统也曾经遭到暗示，就是刺杀未遂。这次事件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呢，它发生的背景和公众对此的反应。按说，如此暴力事件发生，在美国普遍的都受到公众的一致谴责。但是这次令人不安的是，许多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媒体、大学生，在事发后。对受害者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呢谴责共和党罪有应得。在此事发生前呢，这个左派的语言暴力和这个图像暴力也在逐步升级。比如这个美国的这个Kathy Griffin 是个媒体人，她制作出川普这个。人头被割下来的这个血淋淋的图片，在这个公众媒体上边到处传播，他的目的就是引起大家对川普的仇恨。在纽约呢，剧院里边一直上演着这个刺杀川普的戏剧，那么目的也是一目了然。还有呢，这个著名的歌星麦当娜，在妇女游行那天，在电视镜头前。向全世界宣布，他多次曾经想过炸掉白宫。主流媒体、好莱坞、民主党对此不仅不谴责，反而鼓励参与，使仇恨情绪愈加升级。从这个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可以看出美国左派正在成为一支培养暴民意识。以反对美国传统和民主制度的主要势力，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对此，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持人呢，傅江秀女士和张巡先生呢，会发表他们的意见。龚晓夏女士呢，我们也请龚晓夏女士谈一谈她的想法。之后，我们下一个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川普弹劾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川普一上任就开始谈，一直谈到现在。那么左派对川普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让他下台。无论川普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支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想让他下台。显而易见呢，左派想弹劾川普与川普的业绩无关。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无视民主、民意和美国建国以来的优良传统，一定要把这个总统、民选的总统给赶下台呢？那么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和嘉宾也会对此事做分析，现在呢，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另外
两个主持人给接上来。我想问一下张群先生一些问题。好的。张先生，你谈一下，先谈一下这个我就叫你 Eric 好了，好吧？咱们这么好的，熟了，没对。咱们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枪击案呢、啊？你看一下这个事件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呢，还是说这个有一些特殊性，我们应该引起警觉？好，乐平好，那个明镜电视各位观众好，对你刚才这个问题问的吧，就是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你刚才说了，其实这种恐怖枪击案呢，它不时的在美国历史上总会有，但这次到底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还是有一个它的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呀？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值得我们探讨。我首先在这里哈、我要表示一下，就是说，我是为这个 Steve Scalise 还有其他的几位受伤的议员们祷告，祈求上帝能够医治他，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够恢复健康。特别是 Scalise 议员啊，他现在还是在 serious 这种严重症状的阶段。这个案件呢？他是缺乏起码的一个政治文明的一个懦夫行为，是个懦弱的行为。我比较同意啊，昨天晚上刚刚当选的这个共和党佐治亚州第六区议员，Karen Handel 讲，在这个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导致生命受到威胁啊。The no one should feel their lives threatened over their political view，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电视上看到枪击案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啊，终于来了，终于发生了。我为什么当时有这种反应呢？是因为它绝对不是个孤立案件。这个从去年大选以来啊，这种暴力行为啊和这个仇恨呐，从左派这边就持续发生，此起彼伏。啊，你看，我仅举几个例子哈，芝加哥几个黑人围殴一个上年纪的白人川普支持者，对吧？然后呢，伯克利那是那个左派的大本营哈，有一个学生组织请了 Breitbart 的经理啊，Milo Yiannopoulos 啊去讲话，结果呢是一群人在那打砸抢烧啊，烧的。你看，知道是伯克利，不知道那就跟那个叙利亚似的哈。3月4号挺川活动啊，就是 March Fourth 对吧？March Fourth 3月4号英文，实际就是说是为就是挺为谁谁谁去游行的意思哈。March for Trump 啊，当时呢这个支持川普的人被打得满脸是血，还有那个大学教授啊。那平时都是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拿起自行车锁了，把别人给打得是满身是血，被警察逮捕，是吧？所以，这你说这样的一个，就我们讲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一群人，他难道不懂美国政治文明吗？美国政治文明如果从五月花号算起，已经近400年的历史了，他们要怎么做呀？他们要把美国文明的底线，那是要拉到苏维埃列宁的水平啊！啊，还有就是那个，咱年初芝加哥，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绑架案，是有4名黑人青年，两男两女啊，绑架了一个这个有智障的一个白人青年。对他进行了将近1个小时的打骂、侮辱，用小刀割头皮、喝厕所水等等的哈，搞得这个人是精神恍惚，2天才能正常说话。而且呢，他们在施加暴力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在骂白人，在骂川普啊，用那个 F word 啊。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事件都有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充满了对川普啊、对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甚至是对美国白人这个人种啊，以及对支持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少数族裔啊，他充满了对他们的仇恨。
与此同时呢，就是无良虚假的媒体啊，也是推波助澜，可以说，甚至包括像芝加哥这次虐待案发生了以后，CNN 的主持人这个 Don Lemon 和他这个原来桑德斯媒体部主任这个 Simone Sanders 矢口否认这是个仇恨罪啊，没有犯仇恨罪，甚至这个 Simone 呢。Sanders 呢，他接着就闭口不谈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多么恶劣，却提到什么白人种族主义啊、白人至上主义，还有3K 党等等等等的，啊，他说有人不停地告诉你，你所在的社区是最糟糕的，人们心里最邪恶的那部分就会被调动出来，啊，他就这么讲，所以说呢，川普也好，白人也好，就成了一个替罪羊了。啊，就成替罪羊了，啊，他们说，因为他们把最恶劣的东西给带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主流社会中间来了，所以说呢，才有今天的事儿发生。问题是谁带来的？他说的对呀，天底下我认为最恶劣的，那不就是仇恨和暴力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带来仇恨暴力，不恰恰就是这些所谓反对右派的这些左派吗？对不对？你看刚才那个乐平说的，什么马多纳说要炸白宫啊，Kathy Griffin 拿着血淋淋的人头，川普的人头来表达仇恨呐、啊，还有黑命贵游行途中高喊什么这个What do we want？什么Dead cops？When do we want it？Now？说什么我们现在要什么？要这个死翘翘的警察啊？我们什么时候要？现在就要？这是。公开宣传暴力，对不对？那个著名电影演员的 Robert De Niro 啊，在那个说川普的时候说，我当然了，我就是肯定要给他脸上揍一拳，结果下边一片鼓掌，对吧？这种宣传暴力，宣传仇恨的，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右派是法西斯，川普是法西斯，啊，多大的讽刺，对不对？所以说呢，棒球场它的恐怖枪击案。是左派持续作恶的必然。好，那我们现在问一下这个傅江秀女士，她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哎，啊，就。这个谢谢张巡的解释哈啊，那我是这么看的啊，我回头再说一下我当初为什么我为什么参选，我当时就觉得我在有生之年会看到美国有一次社会大动乱，所以我经常说我不希望我在养老院的时候看到美国有一次来一次内战。哎，这2年的发展呢，我发现我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我进养老院，这个比我预想的来得快得多。就是说，这个社会动乱，它的根源都已经在慢慢的都在爆发了。前段时间是 CNN 还是哪个电视台已经在说了，就是左派抗议川普当选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对镜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搞革命啊，两边都会有人死亡。他们就是已经下定决心，就是搞暴力革命的了。那么回到这个左派，你想想左派，也就是从马克思以来呢，就所谓的左派思想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那他们呢，左派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搞暴力夺权啊，死人是没关系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已经经历过这一场了。暴力夺权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只不过现在是已经在美国生根发芽。我们再回去说美国几百年的民主其实都没有用，那一代人都死掉了，就剩下的就是这一代人。你只要洗脑一代人，你就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彻底改变。OK，你只要洗脑一代人、半代人就行的了，你不需要等到多少多少年，你想想多少文明古国都失去了，所以说有多少历史是没有用的。你像希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再辉煌的历史也没用。你就看现在这一代人，然后下一代人又是受的什么样的教育，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大环境底下呢，就是左派非常就已经和以前我个人认识的那些，就是说还有很有良心、很有政治感的民主党人，已经好像不是一个物种的了。现在的左派非常非常的极端。啊，还有人在我的脸书上说，美国的右翼分子比伊斯兰恐怖分子还更有伤害性。啊，他们老是提什么3K 党，然后提什么什么希特勒，3K 党已经多少年不出来杀人了，现在杀人都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现在杀人的就是你们左派上街打砸抢的人。OK，已经跟3K党啥事都没有了，不用再提那些。我们是说现在进行时，OK，3K党没有死灰复燃上街杀人，现在上街杀人是你们，而且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我觉得这个趋势要是要这么往，而且现在到了是什么呢？我记得参选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人给我的忠告，很多人就说你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你不知道这个政治，你从政，你的家人和你的人生所遭受到的人生威胁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从政。OK 啊、因为你的政治见解跟别人不同的话，你会有一股势力来go after your business, go after your personal life, go after your family members 啊、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就是以这种恐吓的方式让大家妥协。为什么大家老是说政客都没有 spy, 就是都没有脊梁骨？因为大家不关心政治的话，政客他是一个人挡不了这种极端的极端势力，因为他家人要那个什么。你像 Skywalker 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们家收到了多少死亡威胁。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也说了他们家的儿子已经收了多少白色粉末寄到他们家去。OK 啊、然后我们北卡州的州长，共和党州长，他当选的那一天，左派的人就到他办公室去说了，我一定只让你当一届。他们从他上台的那第一天就威胁，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不让他再次当选。其实根本就不在乎他做了什么东西，他不在乎，他其实就是要把你给你搞下去。所以我看这个整个趋势是什么呢？这个整个趋势你来看呢，就是他要把，因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勇敢，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为什么？是因为他有勇敢、善良、正义的人民和基督徒占绝大多数。OK， 一旦这个群体萎缩下去的话，其他的人就没有。正义的人一定要勇敢，正义的人不勇敢的话，如果正义的人懦弱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容易走向极权。因为善良的人没有力量的话，邪恶肯定是会占上风的啊。任何时候我们看极权国家的民众，要么是暴民，要么是刁民，要么就是不好意思，要么就是懦弱的善良的人民。善良的人民是没有力量的，所以邪恶才会占上风。所以美国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看整个左派，整个媒体的机器，甚至全世界来美欧整个国家，他都在打击这个善良、正义、勇敢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也许他的主体人群是白人，所以呢，他一直搞这种 white guilt， 对不对？就比如说那个叫做什么 Cathy Griffin 的 Cathy Griffin， 我就听他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这个白人男人老的这个 white old man 了，老是在其实我真的我就在想，我说你想想 black old man 会喜欢你吗？会给你更好的机会吗？你想想 black， 你想想那个 old North Korea man 会给你更好的机会吗？对不对？他没有在其他世界生活上，所以他好像觉得白人男生是在他之上哈，但是他忘记了美国这个国家，因为他没有在其他国家上生活，难道那叫老伊朗男人会对他更好吗？他不去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对，所以他在美国享受了美国所有很好的一切，这些很好的一切是由一群不惧，就是说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美国战士去维持这个秩序，而他们根本就不去感谢这个秩序，他们要攻击这个主体人群，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认为他们不知道，我认为他们只是在背后一个势力的前面的一个被利用的一个阻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他认为他自己做正义的事情，他其实在破坏人类的一个文明，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你说的非常好，Sue。那么下一个问题就一个小细节，每到一起枪击案发生，那么总是。这个民主党肯定要说要禁枪的问题，认为这个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枪造成的。那么这次呢是以前很多这个恐怖案件都是由于恐怖分子造成的，那么这一次呢是一个民主党对这个共和党进行暴力。那么按说呢，你说现在共和党对禁枪是什么态度呢？民主党又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禁枪吧，其实民主党你看看所有的极权国家，他不希望人民有枪。一个政府能够信任人民有枪，这个政府是非常有胸怀，而且是就是说非常开放的，才像这么相信人民，就是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不是从上来管你的。OK， 那么禁枪呢，其实很多时候一有枪击案，大家就说是枪杀人。我在竞选的时候，其实我去拜票的时候，有人就说，因为我有个拿枪的照片，大家对我这个左派人对我非常非常的有意见，那说你怎么拿枪？我说你难道希望选一个人是随意能剥夺民众的第二修正法案的权利的吗？对不对？我跟他说，我说这个
我说是我们太有太多的人不尊重生命，这才导致了枪击案，不是枪，因为呢，想杀人的人他有一千种方法杀人。你看他没有枪，他用车也可以杀人，他用高压锅也可以杀人。我们不是说枪太多了，而是想杀人的人太多了。OK， 我们有太多的杀人凶手走在 free walking on the street， 不是说太多的枪 on the street， 是太多想杀人的人在 on the street。比如说这个民主党的人，其实跟他是什么 label 不一样，他想杀人，因为他认为杀人才是解决我们纷争的唯一的方式，这个是他们选择解决我们纷争的唯一方式。其实美国有民主选举，你已经有你的机会了 ，OK？ 你可以和平的推翻一个政权，你已经有你的机会了。但是他不肯接受这个结果。那如果事情反过来，比如说希拉里上去了，我们干一样的事情上街打砸抢，那他们又会怎么说呢？他们又会在那里觉得哦，我们，那他们会说我们是恐怖分子。没错。OK， 我们要是干同样的事，我们就成恐怖分子了。他们干同样的事，他们就是为正义而战。所以呢，这个就是完全的双重标准在这里。对。好，我下次呢，咱们时间有限，我把这个龚小夏博士给拉进来。小夏你好。大家好。小夏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哈。在以前的很多电视节目里边都看过他，他现在是这个美籍华裔著名的这个记者和作家。小夏，那你也刚才听到这两位主持人的这些评论，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说美国的暴力事件呢，其实历史上也发生过，因为很多就是稍微老一辈的人都可能还记得当时60年代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 civil rights movement， 那时候其实暴力也是很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不是也是就是说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呢？还是不太一样呢？能不能分析一下？我觉得跟以前有很大区别。美国历史上暴力事件是很多的，当然最厉害就是南北战争，我们都知道光死的人就有62万人。那么历史上暴力这种事情总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目前美国社会出现这个暴力之气啊，跟过去有非常根本的差别，也跟传统美国是很有大差别的。传统美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不爱自己的国家的人跑到美国来，另外建立这个国家。而传统上美国梦的一个核心是什么？美国梦是美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要注意，我们从中国过来，我们老说阶级，哎，怎么会没有阶级？没有阶级不等于没有贫富分化，永远社会有穷人有富人。但是呢，所谓美国梦就是这个国家给大家一个平等的起点，我们都是一个美国人，我们是美国公民。你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享有所有这些政府宪法保护你的第一修正案，第二一直到宪法保护你的各种各样的权利。那么之后呢，你就通过你可能有运气，可能没运气，可能运气好，可能运气坏，但是呢，你有一条通向你的美国梦之路，这是美国人个人可以发挥的。所以传统上呢，美国有贫富，美国有仇恨，但是美国没有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后边看的，我后边好多画，我是特别喜欢诺曼洛克维尔。当时诺曼洛克维尔画的美国吧，就是小镇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不怎么好的人，有些好玩的人，但是呢，他是整个一个生活是非常有机的社会。在这个有机社会里，穷人富人他们是在一起生活的。那么完了之后呢，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有非常多地区有不同多的意见，人与人之间那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有一条上升的道路。而现在在最近的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就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社会方面有点欧洲化了，也有点就是背离美国的传统。在这里呢，贫的穷的穷，富的富，而在这个中间，正是在这个贫富分化，特别是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中出来的一大批受益者，华尔街的人也好，媒体的人，一大批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在煽动这种阶级分化和阶级仇恨。这个中间呢，就是他等于把一个原来非常就是这个一体化的美国社会，一个美国梦给打成非常多的碎片，把这个社会碎片化。我们都知道碎片化的社会是容易受人操控的，
而传统的美国社会，我们知道一个整体的社会，像马克思韦伯他们当时都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整体的，是一个民主的。就是说，当时我记得这个托克维尔到美国的时候说：“哎呀，这个美国真了不起，跟欧洲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有一个一个整体化的社会、有机的社会组成了这么一个大的民主社会。”而现在我们在这最近几十年看到美国的碎片化非常厉害，这也是美国的仇恨情绪能推向非常极端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小夏，根据你刚才的话题呢，我再问一下哈，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有一些被社会等于说被基本上被社会抛弃的人，那么他对社会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吧？那就像你说的这碎片化，那这些人等于说被社会抛弃了，那么他们这些暴力行为我觉得是可以让人理解，而且这些人往往是容易被人利用的人。那么你说那些受益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两个不太一样的，第一是所谓被抛弃，谁抛弃了他们，怎么抛弃的。你比如说在一些非常贫穷的福利社会的那个生活的人，为什么他们长期生活在贫穷中，是哪样的政府政策，什么政策使得他们完全没有出路，使得他们不能实现美国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另外分析。但是呢，对于很多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大浪潮全球化中受益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关键在于怎么保持自己的权利。你比如说这么有一批媒体的人，他们怎么保持自己的权利，在这个大家都有这个自媒体啊什么时候，他怎么保持自己这种就是 dominance， 就这种对别人的控制力。他对别人保持控制力，要是把别人的话语权夺走，而且把一些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权，这种非常极端的话语权呢，就是加在很多人头上，造成这种紧张气氛。这是就是我们从罗马时候就知道，分而治之是最容易的。那么，那你从华尔街看起来，你想想，对于这些很少数人的利益来说，这很简单。如果美国社会，比如美国这个咱们重新打工作了，是不是这个美国社会组织的很好了？大家这个社会生产的很快，资金不外流了，他们是没钱赚的，他们很多赚钱的方式是要这个。他们赚的是这个社会往下走的钱。你要看看目前如今就谁在煽动这些情绪，你要看就是他们打的，他们压的宝，压的是美国衰落，而他们从中能够大量不管有钱和权力，所以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都是美国在没落，美国在衰落，也是他们自己想的一个愿望。那么美国衰落对什么有好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确实非常可怕。那好，谢谢三位。咱们呢现在呢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川普弹劾的问题。这个小夏，既然你在线上，你干脆对这个事情你接着讲一下好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你跟政治比较接近，你住在 DC， 你又经常跟这些人打交道，能不能谈一下川普的问题呢？弹劾这个事情，我要引一句民主党人希拉里的支持者，我也非常钦佩的一位法学教授 Alan Dershowitz， 这是美国最有名的律师，他说的话 ，For what？ 就说你弹劾什么？川普到底做了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弹劾标准就是英文就说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 就是你有犯罪行为才能得到弹劾。你既然说你弹劾，你要拿出一个罪行来，对不对？你现在是没有，就说做错了事儿不是弹劾的理由。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如果做错事要被弹劾，我不知道，我不是说川普做错了事，而是我说做错事、说错话什么东西，这个完全是跟就是不相干的。否则的话，那总统没法当，什么人都没法当了。现在就是说有没有犯罪？那现在证据在哪里？到底是没有任何人拿出过一个像样的证据，你说什么弹劾？当你说要就是把弹劾作为一个议题来说，比如当年弹劾克林顿，那么很简单，他对法庭撒谎了，这绝对作伪证是一个是什么？是，所以当初就是你要看尼克松有弹劾这个话题出来的时候，水门事件这明显是犯罪了。那么现在我就要问问说弹劾的人，就川普总统犯了什么罪？你说的太好了，没人可以回答出来。确实是。那么Eric 你觉得呢？首先他说这个大家现在也真是知道，就是没有任何证据，一直在谈弹劾。那么到底谁想弹劾川普呢？还有如果这些人想弹劾川普，他们到底是什么动机？
四五，你说一下对这个川普的事件，就是说小夏说了，他没认为川普哪做的不对，不根本没有这个任何弹劾的这个原因和理由。那么你认为呢？是川普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了，让你值得大家这么大呼小叫吗？大呼小叫才是目的 ，OK？ 大呼小叫，他要distract 川普，然后呢，在信心上打击川普。其实呢，他你看他们吵吵嚷嚷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大东西，什么俄罗斯们，哎，以色列天天在干涉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大家没人说呀？对不对？这个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他就是在心理上跟你打心理战，一天到晚，他就算他没有任何理由弹劾你，他把那个叫的整天借着想开发他的宣传机器，整天叫你的，你也够你心烦的，对不对？啊，你还得分出，你得分出神来去干别的，去对付他们，不对付他们，让你急火攻心，不小心又说错了一句话，又被他们抓把本。其实他就是故意来搞你的啊！川普要做呢，就是说他不要做任何让人家给他抓到把柄的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些事情全当成噪音，不理他，彻底不理他。我觉得他应该这么做，不是对他们样，因为之前就是他就是不停的吵，一直吵到他四年为止或者八年为止，这个弹劾的声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川普当选的那一天还没当选的时候，如果川普当选了，好，他们就开始准备弹劾，他们就一直在做准备的。这个准备根本不是川普要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会把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大。你像对川普的女婿啊，我对他也有点满意，但是他确实是在着手的啊。改革政府这些事情值得大书特书事情，他们不去说，整天在说那些自摸蒜皮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故意放过，就是说川普为国为民做的事情，他专门找一些就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搞你，这一点呢，其实也让民众也反感，因为美国民众这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我们以前都觉得美国挺好的，我们就不怎么去关心政治，我们就想就平时就带孩子去打球啊，去野营啊，去干什么？我这几天也是整天在 shopping， 怎么去 backpacking 的事情哈，大家就没有发现，哎，得等到一觉醒来，怎么美国变成这个样子了？好了，现在大家睁大眼睛，发现这个媒体在骗人啊，这个政治家也在搞这个政治课也在骗人。现在大家都没这么信媒体了，然后现在你看左派表演成这个样子，大家已经不太信他。所以为什么川普那四个职位全部都被共和党代替？Georgia 的民主党raise 了多少了？2400万，还是输了？哇，也就是说3100万。哦，3100万，天哪！对啊，而且他很多都是绝大多数从外州过来的，也就是说美国民众没有像他们想的那么傻 ，OK？ 没有像他们那么说的那么笨，他们还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脑瓜清醒的，那些没有受过那些洗脑教育的人，他们还是很脑瓜清醒的。对 ，Eric， 我看你先接上了，你试一试这个可以不可以？你再把我的问题回答一下，我再重复一下，你就说是谁要弹劾川普，还有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啊，好的，那行，那我说一下哈，终于可以说了。那个，我觉得吧，就是一直一心想弹劾川普，让川普下台，有三类人。第一类人，我觉得他有自己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和有使命感的人，他们就是说呢，他们是敌视美国传统价值与信仰，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变美国的。这有点类似，你知道早年的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所有的人接受他们的方式，接受他们的这个思想，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接受他们的信仰。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在奥巴马上台的时候顺风顺水，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哈，美国对同性恋婚姻的支持度，从这个2008年的50%，不到33%，到了这个2013年超过了2%，也就是说呢，可以说这个奥巴马是他们的这个代言人，顺风顺水的推进他们改变美国的这个计划，被川普的当选给拦腰斩断。这样的话呢，他们对川普是非常的仇视，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希望美国自由放任，美国世俗化，美国变成一个大同世界，努力来落空了。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他们被动了奶酪的人，就是他们所谓建制派。或者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比如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啊，或者是他们是拿政府经费所供养的人，比如说某些研究气候变暖的科学家们拿了大笔经费，或者是像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副主席，他可以坐着头等舱
出差到第三世界国家住一天一晚上$1000以上的总统套房，这样的腐败他进行不下去了。那么还有享受政府福利的人，很多都是蛀虫，不是说所有的，对吧？那么他自己，比如说我像我们芝加哥南部很多少数族裔，他自己身强力壮，年纪轻轻不去干活，靠什么呢？靠跟女的生孩子，然后拿政府的福利分给他，这样的人。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什么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就被洗脑的，被白左洗脑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是受益者，他们也没有特别强的一种使命感，但是呢，他们受了影响。比如像我女儿回来就问我，她学小学嘛，她就回来说，我们老师说了，说这个川普坏，因为呢，他不让我们使用太阳能啊，就类似像这样的人，他是也是受着洗脑的，所以说他未必仇恨传统价值，但是他价值观没有固化，被左派所迷惑。左派理论也是很的确很容易迷惑人的，对吧？他从各个方面，比如你看华尔街的1%，对吧？他们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说呢，我认为主要是这三种人呢，构成了反对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你再说一下，你觉得他们会得逞吗？我首先一个吧，这么说哈，假如他们，我想谈一下，假如他们得逞，会是什么情况？就是现在美国，刚才那个江秀也讲了，小夏也讲了。我们觉得美国现在变化确实，包括我来了美国现在不到20年，我的感觉变化很大。而美国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确实有很大危险。这里边就是那个昨天啊，我看那个 Sean Hannity， 他在这个报道这个佐治亚州的大学，就是这个特别选举，2017年特别选举的时候呢，他讲到了美国面临的五大危险。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这五大危险其实描述了如果左派还有是，他的目的如果得逞了，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个危险呢，就是讲的是媒体持续的抹黑啊，你不管你做得好做得坏，你这一计不成又是一计，对吧？你开始你是说你跟通俄门，你跟那个你跟俄罗斯是普京是沆瀣一气，后来发现这个没有证据，那怎么办？那你就是这个obstruction of justice 啊，你是叫什么干扰司法？这个不成啊，你那个 Jared Kushner 你又开始有的 financial issues 啊，他又开始有财政方面的一些东西。总之呢，他是持续的抹黑啊，是已经有一年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暗黑势力，就是政府内部，你看他包括到现在为止，唯一说川普这么调查他通俄门，为什么来自于就是undisclosed sources 啊，不是一个就是说没就是匿名的一个来源。来源哪里？就是政府的叫 Deep State 啊，这暗黑势力。他那个包括科米，他爆料，因为他仇恨川普，那么他是属于刚才我说三种人之一，所以说呢，那么他就会呢从中给你捣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危险，就是穆勒啊，这个穆勒他现在领导的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他在玩一个招什么？玩一招就是说叫做他叫那个使命偏离，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以通俄事件作为一个类似像间谍一样调查你，然后呢不成我要给你调查另外一个啊，你是不是有影响司法呀，你是不是有财务啊，他总会找到理由不断偏离使命，但他不断的调查，这样的话让你没办法集中精力。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到最后呢，就是说第四个危险，就这种各种各样的搅扰呢，让川普振兴美国的计划无法落实，无法实施。最终的受害人就是美国全体公民，因为川普上台，他有他一系列的这个振兴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如果他们得逞了，这个计划实施不了，天天就忙于应付。刚才我们讲了，江秀讲说，川普可以不理他们，可是你不理不行啊。今天我给你国会一个 subpoena， 明天我给你做一个调查，你要作证，后天他也得需要保护自己啊，他也得花时间就看一看我原来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的。你想一想，他到底是美国一个总统还是什么样的？那个1973年有一个法律，就是说美国总统不应得到起诉，如果你想起诉他，你必须先把他弹劾了，但是弹劾现在又没有理由，所以说他们胜利了，美国人民一定是失败了。那第五个危险就是凡此种种现在等于说放在一起，美 Hannity 哈 Sean Hannity 认为呢，现在在美国就造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危机。他用了一个以前90年代有著名电影，就那个 Harrison Ford 演的那个叫做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啊，他我不知道汉语翻译成什么，好像不太 make sense。在这里英语就是说真实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现在呢，而且呢，Sean 认为他正在造成一种无可挽回的危机。
所以这些反川努力如果成功，那么就是他这种谎言以偏概全、仇恨、暴力，美国将国将不国。不过呢，我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不相信他能成功，我不相信他能成功。为什么呢？就是昨天讲的这个选举，这个特别选举就是证据。刚才江秀已经提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川普他从国会调走了四位议员作为他的这个内阁大将啊，比如说堪萨斯州的 Mike Pompeo 啊，他是成为 CIA 的 director。蒙大拿的这个 Greg Gianforte 啊，他呢这个不是，他是那个就是那个Ryan Zink 他被调到 Interior Secretary 啊，然后南卡州的这个预算主任就是这个 Mo Manny 啊，还有就佐治亚州 Tom Price 他是健康与公共服务部主任。那么他把这四员大将调走以后，现在堪萨斯、蒙大拿、南卡和佐治亚共和党来填充，这个民主党一个也没得到。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的民众他们的心里边这个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胸有成竹，他们不受这种完全是以偏概全的满嘴谎言主流媒体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对川普和美国人民的信心。好，那我最最快快的问一句哈，一分钟的时间，小夏，你认为呢川普被弹劾这个事情他们能得逞吗？恐怕现在是做不了。不过刚才说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就接着张巡那个话说，就是民调在佐治亚投票之前一个礼拜，民调中就是有15%的共和党人要投民主党，而且说民主党人明显领先。那么在这个选区，我们知道川普领先7%。川普只领先一个点，当时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大家觉得共和党要赢，领先就1-2%不错，结果领先了7%，这是很厉害的。也就显见呢，就是说这个民调今年我还想写篇文章，就在 Lying Voters， 就是 voters 们在撒谎。好，就是我们期待你的文章。嗯哼，就你认为呢？川普他们就是这些左派弹劾川普会不会得逞？恐怕做不，现在目前来看他没有抓到什么东西，没那么容易。我倒是觉得啊，他现在呢，目前民主党他弹劾是不可能成功，民主党也知道弹劾不可能成功，但他为什么要一直这么做下去？他就是想折腾你，最后就是说想方设法不让川普干成任何事儿。如果川普干不成任何事儿，川普的计划就失败了。川普的失败其实也就是美国的失败，因为他是一个总统，他要做的事是让帮助美国来建设美国啊，让美国取得这个成功。他如果他失败了，但是呢这个就这些左派就胜利了，所以呢他们会不停的捣乱下去。好，我看素回来了啊，素你说一下呢，一分钟，快快的啊！这个很难说啊，就我真的是没有那么乐观啊。就因为这些，我觉得左派的人是没有底线的，他们什么事情都能整得出来。这个到，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干，他就专门想着就捣乱，他就专门捣乱。他有钱有人，专门整天给你捣乱，能挣他们这。你想想看人类历史，他真想捣乱，他这可能也是真能不择手段，他真能捣乱成功啊。我到这里讲对。我现在这样想插一句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对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有一些根本基本的信心。我觉得在美国要推翻一个民选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川普是民选出来的，我看看他们要怎么推翻人民的意愿。我也想看看。我这个宪法要有真诚拥护这个宪法的人去保卫它，这个宪法才管用。如果这个越来越少的人去相信宪法或者愿意去维护这个宪法，那这个宪法其实就成了一张废纸了。我觉得美国，我觉得到昨天晚上为止的美国人民的选择，可以说再次证明了美国愿意维护这个宪法的人，包括我们大家在座在内，是大有人在。没错，是大多数。我很高兴你们都很乐观，我也跟着一起乐观。谢谢大家。对，说到这里，我再加一句哈，这个是个小插曲。我怎么看佐治亚州的选举啊？这个我怎么看，就让我想起法国大选啊。这个也是这个左派的小鲜肉啊，对待这个右派的大姐姐，但是呢，就是唯一不同就是结果不同。结果就是美国不是法国，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说你用小鲜肉也没有用，最后呢我们这位这个亨德尔姐姐赢了，而且她是说这次大选，就是那个江秀说的民主党为了支持这次大选，她是等于说呢花的这个融资99%的竞选经费来自于佐治亚外州，你说这算不算干涉竞选？我都不知道。那是绝对的，比俄罗斯干涉多了，这是。是啊，最后呢打成这样，最后又打民调什么领先7%，到最后怎么办？彻底的失败，所以这是我的信心之所在。那就让他们跳吧。所以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不要相信左媒，大家再继续上我们的西方观察。咱们下星期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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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嗯 ，off 了是吧？